生活如一杯清茶，酸甜苦涩皆是滋味。在喧嚣的世界里，我们常常需要一杯心灵的鸡汤，为心灵添点暖意。人生就像一场奇妙的旅程，每个人都是自己故事的主角。面对生活中的波折，不妨像一片叶子，随风飘摇，接受生命的起伏。在忙碌的日子里，停下脚步，感受内心的宁静，或许那里有一泓清泉等待你的发现。每一个清晨都是生命的新开始，阳光透过窗帘洒在床上，带来温暖的光芒，就像每一天都是一个全新的机会，可以让我们修正过去的错误，迎接未来的挑战。不必太过焦虑，因为人生的旅途中，总有一抹彩虹在等待着你。在人际关系中，真诚是最好的沟通语言。与人为善，用心聆听，你会发现世界因此而美好。就像一杯淡淡的茶，品味着友谊的醇香，懂得分享与包容，生活也会因此更加丰富多彩。面对困难和挫折，不妨学会坚持和奋斗。人生的路上充满了坎坷，但正是这些曲折，让我们更加坚强。不要怕失败，因为失败并不代表终结，而是迈向成功的必经之路。心灵的鸡汤，就如同一杯清澈见底的茶水，透过心灵的滤网，过滤掉浊气，留下的是平淡中的清香。愿每一个人都能在这纷繁复杂的世界里，找到心灵的归宿，感受生命的美好。